但最重要呢，我们刚得出一个结果，就在广州，因为在广州一共有153个人得病，那么我们对一些密切接触者，他们打了疫苗，就是这个，国产的这个，中国的病毒灭活疫苗，打了和没有打它的比较，它有没有保护作用呢？发现它是有保护作用，这是真实世界的结果。这个总的保护率是接近60%啊，保护率。那么对中度呢是70%，对于重症的病人呢，它可以有全部都有保护率。这个文章呢是前两天刚刚发表啊，在这个在这个 Emerging Microbe Infection 上发表的，这是最新的资料。